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ke 大叔，今天又再度来到士林区的维法国夹心面包，这是这一摊正面的样子。那我们就重新来拜访老板娘。啊，就是在一个水果行的对面。啊，旁边有一个光复馒头店。啊，有很多种口味啊。好，上面就是有招牌夹心、蔬菜烤肉、打抛鸡夹心跟蔬菜蛋夹心面包。好，老板娘你好。你好。哎，那我今天我就要那个烤肉夹心面包跟打抛鸡，各一个。哎。好。嗯。总共一个。两个，哎，谢谢。感觉生意有越来越好哦，哈哈哈哈。好，那老板娘讲说她今日就会有咖啡了啊、哦。哎。啊，今天有比较忙一些啊，因为我们是差不多靠近下午来的。哦，啊，这样现场炒，现点现弄的一定会好吃的、啊。好，那今天老板娘就是她平常标准的装扮啊，就是戴斗笠，然后有戴口罩，然后头发也有绑起来啊。那老板娘有讲说，因为上次看到我比较紧张，所以才没有戴。哦，它这个是现场炒的哈、啊。对对。这样。什么时候有喝软奶？我烤。这样，这样是不会很忙吗？没有。不会很忙吗？快啊！好，这样啊。就希望说很快就会有那个越南咖啡可以喝。不好意思。啊，现在慢慢它这个香味就闻得到了啊，就慢慢快要熟了。啊，感觉这个肉好像是有腌过的啊。是有腌过，嗯，有香味，嗯。人家炒就是香味都闻得到了。好，那现在就好了啊、哦。
那老板娘有讲说她是加的是腌菜还有猪肝酱啊。烤肉没有猪肝酱啊？烤肉没有啊，因为上次有人问啊。然后还有腌菜哦，这次老板娘速度好快，哈哈哈。嗯，啊，这是展现出了这个专业级的熟识。还可以再看一遍啊，这是我的。嗯。充满了爱心的料理，哎。热腾腾，热腾腾的啊！好，再加小黄瓜。嗯。那我另外一个等一下可以切一半吗？可以。哎、欸，谢谢。嗯。啊，这个是打泡机，嗯。加入这个凉拌菜。嗯。嗯。这个是鱼露啦。对。鱼露啊。那边有鱼露。哎。真的好吃。嗯。哎。啊，那个我要切一半，谢谢。啊、好。哎，谢谢你。会啊，不会，哎，不会。好，就麻烦老板您切一半啊。啊，没有，这个不用，嗯，好，谢谢，嗯，好 ，OK， 好了，好，谢谢，嗯，好，那就请老板娘，然后拿着我的面包照一张啊，哎，谢谢，好，一二三 ，OK， 哎，谢谢，嗯，好，谢谢，哎，好，希望各位朋友来这边吃法国面包，嗯。谢谢。哎、欸，谢谢，哈哈哈。好 ，OK。好，上次老板娘是因为太紧张了，所以才忘记戴口罩跟戴斗笠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嗯。我刚刚来台湾了，我不会讲国语很多。哎、欸，对。有什么有啊？我听不懂。没关系，好多加油。嗯，谢谢。哎、欸，好，然后再来就是试试看这个，嗯，
法国面包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那就请 M 嫂试试看，她吃的这个是打抛鸡的，怎么样？好吃哈、哦，那面包很酥脆，然后口味很道地，道不道地我不晓得了，它很道地啊，越南的朋友，好吃哎，很好吃哈、哦，赞，好，老板娘今天穿这个是麦当劳、啊，越南也有麦当劳啊，越南也是有麦当劳了啊，好，那我就试试看我的啊。面包真的很酥脆啊，而且烤肉的很香，因为是现点现烤的。好，希望各位朋友就是给老板娘多一些鼓励啦。好，很好吃哦，面包很酥脆、啊。那烤肉的味道很香，然后充满了这个越式凉拌菜跟这个小黄瓜的香气啊，很好吃。所以是满分吧，它这烤肉是现炒的，所以说很香，它有腌过。因为它烤肉是猪肉的。很好吃，有腌过，很好吃。然后吃一口看看，反正就是调味的刚刚好，面包很酥脆，很好吃。好，那这边有营业时间，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啊。好，那老板娘加油。好，这样嘿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个人觉得很喜欢，恩嫂也爱吃啊，所以是老少咸宜。好，那祝各位有愉快的一天，拜拜。